哇，这一口充满了酱汁儿，感觉怎么样？太好喝了，爆赞！海南火锅我们又来了，二刷！今天我要涮100个鲍鱼，我要吃100个生蚝。上次回去吃完啊，真的是念念不忘，做梦都是海南火锅的香味。今天为了这一口，我们再一次横跨2000多公里，这特别香，赶紧去吃。这家店还是很多明星都会偷偷跑来三亚打卡的。提醒一下，它是 J 型，大家可以猜一下，口味真的是赞得不得了，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你觉得这个跟麻辣火锅哪个好吃？这必须是刀过醋。你看评价这么高，哎，就这家老海南关汤。火锅刀过醋，对，就是那种味道，像什么呢？麻辣锅的辣，三鲜锅的鲜，番茄锅的甜，又辣又鲜又甜，又流口水了，流口水了。今天教你们怎么吃那个刀过醋，好吃啊！他这边好贴心啊，就是上菜之前还把你那个调料给你调好，特制酱料啊，这个酱料在我们的城市都吃不到的，就都想给他临走打包一份带回去。灵魂，记一下我现在要点的菜肴，以后来就按这个点，特别好吃。首先，刀过醋、酸汤海鲜火锅，这一定要点。吃那个什么麻辣火锅都一般。吃什么牛羊肉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来吃糟粕醋火锅一定要点海鲜，像什么生蚝呀，弟弟的生蚝啊，鲍鱼，厉害的鲍鱼，鱿鱼，还有鲜虾，还有鳗鱼都可以点。海鲜的鲜和这个糟粕醋的鲜煎上加鲜，还有一定要品尝的椰子饭，就像西瓜一样这样吃的。素菜也要点，像什么笋啊，土豆丝儿啊，豆腐，对，那个豆腐配上这一点这个酱汁，再加一点那个糟粕醋那个锅混在一起，就可以做一个那个豆腐羹，特别香。我没有见过你形容一家的美食形容这么神采飞扬。好，选好了下单。哇塞，姐妹们，感觉别人吃的好香啊。等一下等一下，还有一个灵魂的东西，我要请大家一下，你对一定要加多辣椒来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感觉你最近是不是瘦了？没有啊。你离远一点，离远一点。贝塔他最近是不是瘦了？你感觉应该是脱到背了减肥。没有没有，真的有瘦。你看你腿，你之前那个肚子呢？肚子也没了啊。这是个秘密，我今天穿了鲨鱼裤。鲨鱼裤、啊、也是海鲜吗？不是，这个刚买的，闺蜜推荐的，星星他们家的青素鲨鱼裤，怎么样？好看吧？哇，真的，我今天一开始拍摄就觉得你腿很细，而且还有一个，给你看一下啊。哇，这个真的超级显腿长，腿细。像我每次吃好吃的，你们都知道，吃完那个肚子就会特别大。然后昨天我也穿了这个，吃完饭跟我姐妹她们出去逛街的时候，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保持小蛮腰。你这么卷，你闺蜜她们知道吗？真的，所有女生都会爱上这个鲨鱼裤，而且她们家都是这种高级的哑光，不会起球，不会反光的材质，用的还都是这种微压高弹的面料，这样你穿上以后就可以收住肉肉的同时，也不用担心会紧或者不舒服啥的。你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是不是有很多姐妹跟我一样是有这种赘肉的？他们家都是这种高腰设计，而且啊，收腹带都是加宽了的，还内置了一个 U 型的环托提臀带，穿上之后真的就是非常自然的帮你修饰身材，能做出这么舒适而且显瘦的鲨鱼裤，星星不愧是轻素里面。是不是还有很多爱运动或者是练瑜伽的姐妹？哪怕你像这样去蹲起，它也不会有褶皱或者是卷边的，吊裆是一点都没有的，而且还很百搭，像平时逛街呀、吃饭啊、通勤都可以穿。心动的姐妹们，赶紧戳这儿，都给你们准备好了，比我脸还长的菜单。哇，那肯定能吃完，因为有你。要不是今天穿鲨鱼裤啊，我吃完之后肯定肚子这么大了。哇，他们这个是现放料的是吧？黄豆、花甲，这个是啥呀？花生羊肠。哇，好香好香，又酸又甜的味道。哇，弟弟，你的生蚝。哇，这个海鲜拼盘。哇，这个是那个千古盐焗鸡。这个是个鳗鱼，蘸蚝油吃，很脆。这个下进去笋丝巨好吃，还有那个豆腐，就放我面前，这个我待会儿下给你们吃。啊，椰子饭，椰子饭，这个就是你刚刚说的椰子饭，超好吃，快快每人尝一个。好软，好糯。太好吃了，全是椰子的香味。文昌鸡一定要吃，海南的特色，正南沙发。背上你的鲍鱼，他每次来都可以吃10个。来，最后一道菜，鱿鱼，就起火了。姐妹们，鳗鱼我来帮你们尝一下，特别脆，脆不脆？哇，好吃，肉质非常的鲜嫩。豆腐应该下到这个小锅，不然它马上就化了。灵魂辣椒一定要多加点。这一锅看上去就非常的美味。哇，这一口充满了酱汁，感觉怎么样？好好喝，太好喝了，好吃吗？爆赞，真的很好吃。哇，姐妹们，爆赞的一口生蚝，这个鱿鱼更好吃，一大口，哇，完美，感觉自己升天了。看，充满酱汁的鲍鱼，哇，哎，正好呢，快吃光了，弟弟抢走了，哇，哇，好好吃。糟粕醋豆腐汤就只加汤吗？对，加点，然后还有这个酱汁，一定要把它像这样弄碎。这个一看就很入味，尝一尝，尝一尝。感觉怎么样，贝塔？哇，真的好好吃，太好吃了，尤其是加一点虾，我的妈呀！来来来，给黄哥也装一碗，别拍了，别拍了，赶紧吃，赶紧吃。姐妹们，不拍了，我要吃起来了。姐妹们，记得来三亚吃糟粕醋。